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要关 PK 了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关了呀？有人过来给你讲吧，说让你快点连我，我要关了是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不会看你是带的真特效。不会是真的吧？你看我带特效，真的是真的我是这看样的你吗？在特效，我就知道，就是你要关了，因为。对呀，我就准备我正那个一下呢。那还连吗？连呀，这不就连上了吗？我没拒绝呀，我把这个好，先给那个了吧，我先跟你连吧，我先跟你玩一把吧。你在打人气吗？对啊，打人气，有人说，我猜也是这样子，不然他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准。我刚说完这句话就连过来了，哪句话？没有，玩什么呀，咱们？你猜一个准，我跟你们混了这么久了，我还是懂你们这些招数了啊！咱们认识很久了，说玩啥呀？咱们，你想玩什么？我想玩啥我都可以啊，看你。我除了不跳舞，我别的什么都会玩的。谢谢关注。那就真心话，或者是叫起床吧。我靠！哦，忘了还有叫起床这回事儿了，还有叫起床。就我们玩个真心话吧，那就。怎么了？我又卡了呀！妈呀，我卡吗？卡不卡？什么？卡了我。我是不是卡卡了？了？现在好了吗？现在不卡，刚刚有点卡。对，刚才我看我这边网络也卡了，退出重进。那我自己这儿怎么办呀？我们玩一个什么呢？玩一个真心话，好不好？玩那要种叫很起真床。心话。你想玩叫起床啊？那就真心话吧，叫起床，下次再玩。好吧，那就玩真心话吧。那我们玩最后好吗？好。行，那先这把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那就再练一下。行。那我们下次玩那个今天真心话，玩几个问题啊？5个、3个、5个，五个，好，可以，我都可以。行，那我们开始好不好？闭麦拉票，待会儿见。卡完了，再我不见。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卡哎。问吧。问，我想一下啊。哎呀，真的问这句话好，还挺。我想着你，可能你这局得赢啊。如果最想让你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你又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是啥？最想对，就是让你最想我，问我，但我不会回答你啊，我只是好奇想听一下而已。这个问题，哎，我又没有要回答，我只是只听。是，但是你，哎呀，被拿捏了，家人们，姐姐就是姐姐。我听一听，那肯定就是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里面抖啥东西了呢。两个问题吧，哦，你还想问我两个问题啊？不是，是就，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无所谓，但是他们有 Q 到，然后，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，你对我感不感兴趣？第二个呢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，但是他们跳不在跳？心问，情不就好是跳一下。哎，你说的对，你说嘛。身高真的是问题吗？哦，就这个问题啊，没有，这是他们在问的。哦，就这两个嘛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给我打一下，有些啥问题啊？
我刚刚听你说狠的问题，我以为你已经没有。我想，我没想到那个什么问题，因为我想着，2000 years later，怎么啊？那你怎么认识我的呀？我确实也好奇，你怎么认识我的呀？你怎么什么时候就是就是之前有人跟我讲介绍，给你介绍我。不是跟我讲，就说你知道小太阳吗？嗯，然后他是一个很温柔很好的人，然后当时就去我当时就去搜了一下你的视频，嗯，然后后面有一次你直播我就点进去了，点去了之后就顶不住了。这嗨，你讲话真是有点夸张了，你顶不住，你好会用词。哎，你很会用词。对我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应该就是，那你对我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，嗯，这是个形容词，这是形容词，就是完了，当时感觉完了，觉得完了。哎，你个屁！那我这个问题我不问了，你要瞎回答我。那你就这样吧，你就觉得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，这算两个。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。优点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，尤其是你歪嘴笑的时候很心动。你有毛病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因为我也有点歪嘴，我觉得就是歪就很可爱啊，很俏皮，真的很可爱，俏皮啊，真心的，哦、okay, 真的，哈、okay. 嗯。然后，第二个优点是什么？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。那就第二个优点就是，我觉得你挺有反差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嗯嗯，然后第三个优点就是，就是你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你也觉得我是吗？怎么讲？随便怎么讲，就是玩，咱们就是一个玩。没事，不用太认真。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温柔，很有趣，然后很特别，很漂亮，很就是有点让人心疼吧。心疼啊啊！行，那然后再我问了几个了呀？嗯，三个。三个。嗯。缺点哦，三个缺点，缺点还没说，对。缺点就是。缺点就是我觉得你一般问别人，你对自己、哦、说、哦、对自己，你对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啊。就是总是说，就你明明很漂亮，但是你因为这个东西很担心，我就觉得挺有点让人人神共愤，就很生气。是、哦、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，我说一句话，免费人气票丢一下，好，说出来。第二个缺点就是，我，它不是缺点啊，只不过是，我就觉得叫你姐姐的太多了，不算缺点吗？这不算吧？多吗？第三个点，第三个缺点就是，非要我说，你说呀，
缺点我。你真的很会搞这些哦。他们，他们教你这样讲的，他们教你就教你讲你就讲呀。因为我也想讲嘛。差，真会呀。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呀。搞这些，搞这些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一般跟别人玩的很大吗？你真心话。可以，他们问我，我基本上都会说，就他们问我什么，我都会说。他问你什么，你都会说。你上次接吻在什么时候啊？我有问过这个问题吗？接吻。接吻那肯定是跟。我那个不是，那这样吧，去年你一共亲过多少个人？你不是问过吗？哦，问过呀。哦妈呀，我之前跟你说四个，但其实不是四个，其实就如果是碰一下也算的话，那其实免费。等一下啊，等我一分钟，等我一分钟。哦，行 ，OK 的，可以的，你说吧。其实我。那就有五六个。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哦，你自己再回答哦。对不起，那你问吧。聊什么？哎，算了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你问吧，没关系，我喜欢你问我。你好好的行不行呀？那我怎么办啊？谢谢，可以了，我问完了呀，这不是七八个吗？得，你是不是说了吗？就把它拿下去。他真的就是有一点，你一直都这样子的吗？那样子。你要说跟我才这样子，我问了吗？也是白问，我不问我，就这样挺好的，问完了。哪样子啊？就是这样子呀，现在这样子呀。这样子是哪样子？就是你跟别人是这样子的吗？还是你只是跟我这样子的？那当然只是跟你这样子。那不，那行了呀，我就知道了呀。那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主打就是一个真诚。你问我什么，我说什么。好，那我想一想，我自己去搜集一下问题，然后我下次有机会我问你。好。好吧。好，行，好，很可以，走了，好，我们快回去打人气票。哎，打完了吗？打完了，已经那个红了。好，走哦，拜拜哦，拜拜。妹妹，这些女孩子可真会，我告诉你。